编号先报一下。我是010501。我确定了 ，OK， 好，继续。我的座友是刚从澳洲回来的，比较深，中文表达比较不流利。为了能够让各位评审老师清楚的理解我们所想表达的作品，以下将由我来做主要报告。和题目可以使用虚拟实验的方式做操作，因为它也符合本次题目所谓的物质转换及能量变化。物质转换的话，则是从原子结构、原子的分离。那能量变化的话，就是从电能变成化学能，所谓的化学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实体演练。要先拿出拿药给动作，然后把药拿好了。那我们开始放氢氧化钠这个液体。来的话呢，我拿氢氧化剂。所以呢，我呢拿接着打火机。对你这个助理化学的是赞赏啊，那可不可以谈一下你们整个产出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？两个怎么去做创意思考的一个过程？创意思考，我个人对理化这方面比较有兴趣，然后本身电解是我最喜欢的实验之一，所以我就想，我就刚才讨论说，那要不要用电解的方式，这样子可以让。一样的想法是可以让更多，如果是做平证题目的话，可以让更多人去测试，更多国小的同学接触到电解的实验，因为我觉得它是非常有趣的实验。这蔡同学是中文能力是？你可以简单讲一下吗？你的。说英文怎么说？对。
绘画能力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这样，已经可以用糟糕来形容。对，所以是，没有，这全部都是他画的，我只负责改大小。但是就希望的是一个怎么讲，我不需要一个非常会画画的队友，我希望是一个可以能够跟我配合的队友，默契好的队友来做这个。所以你们两位的分工，在这个题目的分工大概是怎么样？大概的话就是他会帮我一起画几张心智图，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会开始负责城市以及硬体的组装，因为硬体组装跟城市都要这样，相对加速我熟悉的部分，所以我的硬体能力跟城市能力比较好，所以接下来的话，他是帮我负责画图，因为我觉得他画图的风格我比较。比较一致性，不会被这个影响到。好，我可以看一下你城市图吗？因为关系到你的前面的三十八的分数。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到下一。